如果某天你发现自己被埋在了泥土之下的棺材，在你尝试逃离的期间却一直不断发生怪异的事件，那么你是否还有勇气接着逃生呢？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家机密。 Buried 活埋是一款玩家被埋在棺材里的第一人称恐怖游戏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就连转身都是奢望。这个游戏对于密室恐惧症来说是一款非常有挑战性的游戏，由 Author King 开发并发行，2023年10月31号推出。其游戏的类型就相似于停尸间 The Mortuary Assistant， 在逃出棺材的时候会发生灵异事件。游戏的大致内容就是玩家会在黑暗中醒来，独自一人无法移动，当打开手电筒时所能看见的只有保卫着自己的木板。这时玩家发现自己居然被活埋了，看着就快耗尽的手机电池，氧气正在逐渐耗尽，那么究竟其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接下来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Buried 的游戏，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。哈机密马秀，当他从睡梦中醒来，眼前的黑暗令他感到诧异，正当他想起身查看时，却感受到前方有某物挡住他的行动。感到不妙的他赶紧用手摸向了前方，只感觉到了冰冷坚硬的木板。不止如此，就连四周都是木板，他意识到自己居然被囚禁了。惊恐的他不停地敲打着周围的木板，大声呼喊着求救，希望有人可以发现到自己，但回应他的只有自己发出的声音。无助中他开始摸索四周，盼望能找到任何有用的工具。幸运的是他摸到了一个手机般的物品，透过手机发出的微弱光芒，他惊觉自己被困在一个狭小的木箱里。但当他仔细观察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被困在了一具棺材中。更令他绝望的是，手机上的讯号显示不在服务内，无法使用手机求救，即使能使用他也不知道自己确切的位置。手机上残留的电量和有限的氧气更深深加剧了他的绝望，就像是时刻提醒着他生命正无情的流逝。虽然手机的电量微乎其微，他仍必须使用手机的照明，因为长时间处在黑暗中会加重他的焦虑而引起恐慌，一旦恐慌就会让他呼吸节奏变得更加急促，这将导致他更快消耗已经稀缺的氧气，并且在黑暗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奇异的东西。绝望之中他尽力撑起一丝希望，努力寻找逃脱的可能性。开启手机的手电筒后，他发现自己身上和周遭都布满了垃圾，将身上的垃圾都移开后，他发现了腹部的附近有个打火机，多了一个可用的光源后，让他稍微减轻了对手机电量的担忧。然而使用打火机可能会加速氧气的消耗，因为火焰需要空气中的氧气才能维持，虽然短暂使用打火机并不会迅速耗尽棺材里的氧气，只是会有些微的影响。将左侧的木板移开后，发现一个上了锁的铁板，意味着他寻找钥匙才能打开锁头，而在稀缺氧气的棺材里还有一只蜘蛛正在与他争夺有限的氧气。在探索的过程中，他分别在瓶子的另一面和木板上找到了一些数字，正当他想继续寻找其他号码时，突然听到了诡异的声音，可当他转头去看时却什么也没看见，似乎有种不可描述的东西藏匿于黑暗中。冷静之后，他意识到可能是恐慌使得他思绪混乱产生的错觉。接着他在头的正上方找到了一把钥匙，旁边留有一张纸条写着，你将会死在这里，下面还有四个意义不明的符号，留下的提示和神秘的符号似乎指向了不祥的事实。开启锁头后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不明物体和白色按钮，没有头绪的他打开了手机中的信息，里面有着他的母亲、情侣 Sam、 朋友们和客户的讯息，但透过 Sam 的讯息让他想起了不好的事情。就在昨天两人还很正常的聊天，但 Sam 表示他快到家后就突然没了消息，刚开始他还不在意，直到一小时后他开始担心，问 Sam 一切是否安好，但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。几个小时后他突然发送了些奇怪的图像过来，一副棺材、垃圾袋和水瓶，这让他感到疑惑不解。随后他就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，已经过了五个小时，他不确定是 Sam 将他活埋在棺材里，还是有其他人袭击了 Sam 然后利用他的手机发送讯息。唯一确定的是，如果他不抓紧时间逃出去，他将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了。当他在寻找逃生线索时，突然看见自己胸口上的手指，看着自己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握着的打火机，空气骤然安静下来。当他想扭头去看时，那个手却迅速缩了回去，这让他都开始分不清究竟是自己的幻觉还是灵异事件的发生。随后他找到一个需要三个号码才能打开的箱子，
之前他就已经从棺材的墙壁和水瓶上找到了号码，最后一个号码则是像 Sam 提示的一样，就藏在身后的垃圾袋。而输入密码的顺序也是根据图像，之后就能得到一把钥匙，开启右边的锁，获得一把铁锤和白色按钮。然后没有头绪的他继续使用手机寻找线索时，突然听到怪声。当他打开手电筒一看，竟发现一个恐怖的干尸正趴在他的身上。随即被发现的他以极快的速度消失，甚至穿过棺材。这一幕让他确认他正经历着灵异事件。接着还有更多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像是右边会有一个一直盯着自己的干尸，处于黑暗太久会看到远处有个干尸盯着自己，一旦有了光源他就会消失，无光则会再次出现，甚至干尸还会拿出硬币送给他。然后他从垃圾堆里找到另一个奇怪的盒子，突然他想到之前得到的白色按钮，尝试安装后发现十分吻合，接着就继续在周围寻找，找齐四个后就能开始对盒子解谜。而数字的谜底正是之前看到的神秘符号，打开后再次获得一把钥匙，钥匙可以打开右边的锁，接着再用硬币转开螺丝，用铁锤将钉子打出。就在这时，打火机的燃料已经耗尽，不过幸好这时他已经成功解开了所有的开关，接下来他只需要用力将木板往上推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接着他就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，听见希望的他更加用力地往上推，最后他终于破土而出，随后发出了后怕的哭泣声。那么究竟又是谁计划了这一切呢？从游戏的设定来看，也不难看出作者是以2010年的心理惊悚电影《活埋》作为参考，就连名字都和电影一模一样，游戏里的主角就和电影里的一样，都是被困在狭窄的棺材里，靠着身边的物资尝试逃生。不过电影里的主角结局却令人感到悲伤和绝望，他的努力和希望最终都只是幻觉，真相是他未能成功逃离棺材，最终因缺氧而窒息。这种情节转折使观众对故事充满深刻的哀伤和悲伤感。而游戏里共有两个结局，除了成功逃出去，就是耗尽氧气窒息在棺材里，就像是电影里的那样。虽然游戏说明流程有30分钟，但大部分的玩家都表示游戏流程特别的短，甚至问说是哪个世界的30分钟，他自己只用了13分钟就通关了。不过作者 Orthogin 也有说明，这个游戏他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并表示之后也会对这款游戏进行后续的更新，这也让人期待后续的故事。作为一个活人被活埋在棺材里，其实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。虽然也有不少的 YouTuber 挑战了被活埋的挑战影片，不过他们也就当成个笑话来玩，毕竟被活埋的人并没有任何的物质可以使用，更没有氧气和冷气让你享受，就连那么好待遇的 MrBeast 当他出来后都不禁落泪，就能想象待在里面是有多么的恐怖。有趣的是，在18世纪左右，当听诊器还未被发明出来前，加上对医学知识的缺乏，传闻有些人为了防止有人假死被活埋的情况，就会对尸体进行虐待的测试以确定死亡，从最简单的捏奶头到利用火烧的棍放入直肠内，虽然听着就非常的痛，不过如果那个人没有出现任何的投诉，也就能断定他们已经死亡。而在现实中也的确有人曾被活埋过，如19世纪的法国名人 Angelo Hayes 在历史记载中被活埋了两天，他在一次事故中导致头骨骨折，当时他被判定已经死亡并进行葬礼，随之两天后他的家人却发现他在棺材里还存活的传奇。在历史上也有许多活埋被发现的真实案例，以前的人也为了防止被活埋而做了警铃的设置，还称其为安全棺材或是警铃棺材，可以让棺材里假死的人通过拉动绳子摇响警铃告诉外面的人，这是因为土壤对声音有吸收和减弱的作用，当声音传播到土壤中时会受到土壤颗粒和密度的阻碍，从而减弱声音的传播，这种声音减弱效应会使地下的声音传递到地表变得困难。对于埋葬在土中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呼喊或敲击棺材的声音通常都难以传达到地面。不知道玩家们对于活埋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又对于活埋这款游戏有什么想法呢？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这里是玩家机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